不是这里吗？蝎子钥匙对吧？这里是蝎子钥匙。哇，有人跟我说二楼，有人跟我说一楼，到底是几楼，兄弟？哦，我知道是哪里了，是那个起居室。是这里，哥们儿，很稳。榴弹发射器。厉害了，我的哥，你知道吗？牛批了，我的哥。牛批了，我的哥，我只能跟你说，草药直接吃，我有个草药直接吃，反正不是满血。火焰弹先捡着，没有空间了怎么办，兄弟们？没有空间了，要回去一波吗？哇，草药先回去一波。储藏箱，这个房间里有储藏箱吗？这个房间里，这房间里是有储藏箱的，我记得有储藏箱这里。火药进去给我，榴弹给我进去，曲柄给我进去，燃烧器给我进去，乌鸦钥匙给我进去。我们把什么枪存了？想一想，把喷火器留丢了，好吧，喷火器丢了，那火焰弹拿出来。完美，存个档。这个榴弹发射器是不是这个游戏里伤害最高的武器？是最猛的吗？最猛的是那个左轮，就是那个麦林，就我刚刚那个。对，那个手枪是最猛的。是最猛的。对，那个是后面就是打 BOSS 专用武器。榴弹我不知道。榴弹是清小怪的是吧？存档，那你存档。我之前那把手枪就是最猛的吗？麦林，可以。哇，这个有点皮塞啊，狂鼠。狂鼠。对，麦林是最猛的。壁炉我拿了，壁炉的东西我拿了，现在我们去干嘛？东西没拿完吗？什么东西没拿，兄弟？拿完了吧，这个房间里的东西。拿完了。哇，固体燃料没拿，对的。拿完了。斧头，哎，对，斧头很重要。斧头没拿，斧头在哪里拿？
奶奶房间可以去奶奶房间，现在拿不到是吧？现在拿不到，现在拿不到，别人说拿不到，到底拿不拿得到？去看一下，他们说现在拿不到。吊桥的背包我拿了呀，你们看我的背包已经是升级过的了，我的背包已经升级过了，已经升级过背包了。火焰弹带5个就够了，手枪子弹带30发就够了，留点空间出来。吊桥还有一个是吧？可以，现在存档。啊？这个灯是武器，你们在逗我？灯用不了啊，这灯用不了啊。去吊桥是吧？我们现在去吊桥，哪个吊桥？岳母的房子是去老房间吗？哇，第一次玩的人不看攻略，这个东西怎么可能知道啊，兄弟！第一次玩这个游戏不看攻略，这些灯什么鸡巴怎么用？我知道他妈臭逼，怎么可能知道？灯挂在哪儿？关键灯挂在哪里？灯挂在哪里？奶奶房间是吧？可以。这里就是奶奶的房间，哪里有灯可以挂？哦，这里是吗？兄弟，兄弟，奶奶的房间已经到了，挂在哪里？老奶奶变的地方。我脑壳很痛，你知道吗？我脑壳很痛，我脑壳很痛，这些弹幕真的看不懂，兄弟。好，卧室主卧室，来，我们又去卧室主卧室。我的脑壳很痛，兄弟。之前就是奶奶巡逻的那个地方。那就不是这个房子呀，他妈的，刚刚谁他妈的说的老房子，别乱七八说啊，兄弟，你一乱说他妈的，我就有可能会翻水。
别急，我们先回吊桥去把那个背包拿了。吊桥哪里有个背包？你们说的吊桥应该是个吊桥是吧？你们是说这个吊桥吗？有背包吗？我第一次打死奶奶那里。不，他们说有个什么鸡巴吊桥那里。他们说有个什么吊桥那里有背包。他们说两个背包，我拿过一个背包了呀，还有第二个背包吗？刚刚又有人说有两个背包，你们知道吗？又有人说有两个背包，我跟你说，你们在这里乱指挥的人，我真的跟你说，你们不要这么搞，好吧？很烦的，我没玩过，没有看过攻略。我都是听你们的意见，我就去干嘛，不要在这里故意带节奏，好吧？很烦，很烦，很烦，知道吗？很招人讨厌，兄弟。第一次杀死奶奶这里，好，我来这里了，兄弟。什么声音？有点不敢进去，说真的，兄弟。很黑，不行，我感觉到有高能，我感觉到有高能，我感觉到有高能。徐老师，等一下，飘了。徐老师，快！没了。护体护法护法护。我拿半瓶吐水杀他。哇，看这个，绝壁辟邪。这里很恐怖，我很烦这种音乐，我很烦。我们能多。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啊！哇！我操！别说话。我都里面过了。
哎，我很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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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什么都鸡巴没有的，我很烦。我很烦现在这个情况，我很烦。哎，什么？有东西？真的吗？小女孩。血清，哪有鸡巴血清啊？啊，先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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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溜。什么没拿？我们回去检查一下，好吧？回去检查一下，什么没拿？什么血清没拿？血清没拿？谁说的血清没拿？血清在哪里拿？血清在哪里拿？安全。哎呀，你们不要在那乱带节奏呀！我往前走，本来该往前走，刚刚很多人在那里说血清没拿，害得我又跑回来，浪费时间。刚刚有人说血清没拿，这样玩不了，让我往回走去拿血清。你们知道吗？房间里就很多那种故意搞事的节奏狗，很鸡巴烦这些逼。如果你现在出现在生化危机里，我告诉你，我的枪会很准，一枪打爆你，一枪打爆你的头，兄弟，我真的不骗你。还是麦克来对着他。等一下，有没有高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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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哎哎，哎。这肯定是一个机关，这肯定是个解密的提示。这就是床后面，床后面那个连接东西，是的，我知道，但是这个东西肯定是个解密的提示。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圆的东西，就已经打开了。哎，等一下，没事吧？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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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过生态的，我操，老哥，车过生态叫那个，前方转身高能，磕他球嘛。扣他的脚吗？打他脚。怎么办？脚有点软，跑了。哎呦，会不会突然出来？这就他怎么得？你哇！啊！不要打他！
哎呀，点错了，心态崩了。怎么按到 Ctrl 键了嘛？心态崩了。怪变强了，怪变强了。之前我拿猎枪打一枪必打死，现在打不死了。这些怪变强了。我听到什么声音？是不是有怪在里面？我这怪我要杀他吗？要杀的。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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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响了。Serum with this thing? It'll be fine. After we make it, we can get out of here. Together. I'll be waiting for you in the trailer. Alright. 哎，有个妹子在拖车里等我是吧？老哥，让你按下 V。按一下 V， 我按 V 了呀，怎么了？阿威怎么了？找到血清成分，到拖车和佐伊碰头。我先回车，我先回车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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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一点。This is gonna help me, Emma, right? Hey, buddy! I thought you should know. I decided that Zoe needed a timeout. She and Mia are here with me. And they're keeping each other company. Just let them both go! What do you need them for? Nuh-uh-uh! That's family business, Ethan! And not your concern, understand? Now, if you want the head, feel free to come by any time and I'll give it to you. But only if you participate in a little, activity I put together. Just for you. 你傻逼，有种出来你妈逼打一架，垃圾东西。Oh, I know you're excited, but don't worry. It's not going anywhere. First step I need you to take, partner.It's for you to take a peek inside the fridge in the trailer there. Fuck you! Oh, come on now, don't be like that. You want to have fun, don't you? Now, look in the fridge. 打开冰箱。我感觉他让我打开冰箱就打开冰箱，我不是很没面子吗？冰箱哪里？是不是？里面估计有个头之类的东西。
什么？果然是个头。哦，你发现没有？原来这种小这种黑暗生物都是人变异的。这种就是刚刚咬我的那种怪，其实都是人变异的，发现没有？是啊。他们的大脑变成了拥有锯齿的利牙，其实这个才是脸部。现在开始新的一章了。制作血型现在做不了，投在那个傻逼那里。我现在要去找到警副警长的尸体。蓝莓暴走。在处理区。那现在需要什么东西？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First 手枪弹药。这个东西拿走，这个东西曲柄现在应该没用了。火焰弹，火焰弹，把手先存起来，把手先存起来。补养品拿出来，分离剂拿出来。我们现在做一个分离剂有什么用？看一下，结合一些物品之后，可以从中分离出化学液体，变成可用的物品。分离剂不知道有什么用，暂时估计还用不上。都先存起来。行，我要把化学液体带上。化学液体，我要带上化学液体。我要做点药，我药不够了。补养品留着。等一下，先存个档，过去看一下，过去看一下，看一眼。我想试一下这个枪的威力，你们知道吗？我想试一下这个榴弹炮的威力，一次只有一发子弹，我感觉会很猛。有小怪，你直接一枪轰一下试试。我看到小怪照着脑门心上就是你妈一下。这个枪没有准星的吧？有。这个应该打 AOE 的时候用。我们去处理区。这是第三章了，卢卡斯那个。对，找他的尸体。但这先在这里找他的尸体。不行，没有蛇皮钥匙。很敏捷。我操，手里拿着榴弹枪走路都是我跑着走的，很自信。奶奶怎么在这？奶奶，奶奶你怎么在这？奶奶，哇，操操，掉血了就。
是不是上那个单子的地方？就是这儿，肯定是这儿。哇，贼鸡巴恐怖，你知道吗？这游戏，这个游戏要带 VR 的话，不是更恐怖？这游戏带 VR 不可能玩，我带 VR 我不可能玩，带 VR 一秒钟都不玩。这游戏如果带 VR， 我一秒钟都不可能玩。带 AR 才是真的翻水。这游戏如果带 VR， 我一秒钟都不玩。那 PC 机里你带 VR 更翻水。带 VR AR 混合体 MR 才是真正的翻水。MR 是什么东西？就是 AR， 就是可以在现实社会中看见一个立体的面板。VR 是你自己侵入式，然后两者合一，就是 MR。可以。前方高能。这个游戏不可能带 VR 玩，带 VR 玩直接就是作死，你知道吗？心脏病犯直接他妈的吓得。有，没关系，我有蛇皮走位，跟他绕，跟他绕，蛇皮走位跟他绕。哇！不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根本不理。
理都不理，理都不理，根本不会浪费子弹在他们身上。哎，有东西，直接来开我的蛇皮门。药草来一发，首先先做瓶药。这是一个小孩子的房间。要对